Hello， 大家，我准备入藏坑了，但是我买的这些东西也没有多少，然后买了一些收纳壳和一些材料，然后现在我们开箱，先开这个最大的吧。这个是我买的那个元气架的那个盒，我觉得比较实用，比那种就是一个小盒9个格的那种的要更实用一些。我觉得我入这个坑做了好多工作，然后看看别人是怎么收纳的呀，然后一些他们是怎么做东西的呀。我买了20个、够了，太好了。小个片呢，就是抽屉可以给它隔开，这样就是可以隔成3格。我觉得这个挺好，有 UP 主推荐的，我可以推荐大家去买这个。下一个，再拿一个吧。是一个收纳盒，是买的小饭盒。买小饭盒干嘛呢？装米珠。我买了一些进口的米珠，但是还没有到。然后这种饭盒就是带那种扣的，如果是那种盖的话，我怕它就是，我是一个特别容易翻车的人，然后如果是盖的话，就怕它一卡在这个盖，要是一掉地上，这盖容易开，然后就容易洒。我买的就是500毫升的，500毫升的话可以装一半米珠的量。就是大大小小正好，也不会很大占地方。这种的还比较安全，就是不会掉地上，然后盖开了就撒的到处都是。米珠一撒，简直是脑瓜疼脑壳疼。这个我买的是那个保色金的铜线。0.3的保色金铜线，我在那个赵飞家买的这个天然石的叶子。这声好好听啊。认识的叶子，这是玛瑙啊，这种的感觉好像是玛瑙，那种是天然石吗？东陵玉我是不太懂。我觉得张康每天都会有人进进出出退坑，然后我之前是玩地窖的嘛，然后最近也没怎么开玩，但是我不太想退坑，我觉得还没事拿出来玩一玩还挺好玩的。然后我发现我可能一直都是玩，从来也没卖过什么东西，大部分人都是以卖为目的，可能就是退坑的就比较频繁比较多呀。
滑行。每一个买了两款，这个是暗水青蓝，它是那个缠碧水花的那个线，买了一卷，然后过两天再买一卷那个棕色的，哎呦，哎我的妈呀！琉璃叶子，哇，碎了一个，这个碎了，就是各种颜色的，等一会儿我检查一下吧。这个是金沙的，这些都是纯色的。这个也碎了，心疼。这个是水滴小叶子小花瓣，这水滴小叶子，这水滴真的好看，很漂亮。这是啥赠品吗？有一个是比较值钱的行啊，这个我先放一下去我买的好像不止这一个，我买了一个手动的和一个电动的。我之前做了一个发饰，是所有东西都是用母猪穿的，我可知道被母猪支配的感觉是非常不好受的，因为我那个发饰做了一个月，所以我之前在 B 站上有个 UP 主，有个 UP 主推荐，就是对比电动和手动的有什么区别，然后我就看了一下，然后手动的其实也没有多少钱，36嘛，32我忘了，然后就是也不是很贵，然后我就给都买了，这个是针。这个针我看它用这个软针就是特别不好用，然后这个硬针就是比较好用，然后我还买了两根这个直的这个针，就为了备用。三个盒了，我买这个的时候是半夜2-3点。然后就剩最后一个了，然后我就买了，要不然还得等7月份才能到。这还有带个小盖，然后买了这个，还有一个这种的特别小，没想到能这么小。然后当时它一对比，我觉得好小，好适合就是特别少的时候用的米珠啊，10克呀、20克的时候，这个盘好大。然后但是这个自动的噪音特别大，为了快，也不知道我能做多少东西。之前的一个，
十个紫水晶花瓣，然后他写的是 AA 级，就是应该是比较好的吧，但是没想到有这么小哎，这一片8块钱，8块钱。这个是那个红玛瑙的吗？红玛瑙的小花瓣。我觉得他家的东西就是形状啊，还有雕刻的呀，都非常的精细。我觉得是贵有贵的道理，就是还有成色呀，都是特别好的。然后他的这个边缘的这个弧度，边缘的这个弧度，看看见，就是真的是贵，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。看看这弧度，这个形状特别流畅，有没有？我觉得是有。这个是牡丹花的，这是红玛瑙的，看这个，特别的流畅。这个是粉晶的小花瓣，叫啥花不知道，看了眼吗？看这流畅度，看这做工，而且然后这片好像有点残次，这粉晶这透度真的是绝了。这活动一小一会儿还得看。这个是这种花，这种花的花瓣也是粉晶的。我这是天黑了，家里的灯光线不行，然后我的台灯呢也是那种黄光。看不看？我买了一些这个红玛瑙的这种小筒珠，那种小筒珠，然后比我想象中的小。然后这是40个的粉晶的水滴，哇啊，感觉好好吃的样子，这个样子。然后这个是绿冬菱，他家这个绿冬菱真的颜色真的很不错啊，绿冬菱的小水滴。啊，这个切面的这个好小，这个切面的粉晶可爱。哎呦，这个是紫水晶，它这个就叫荷花的花瓣吧，好像是荷花的花瓣。这个是水白水晶的荷花的花瓣。
这个叫白玉滑板，白玉滑板。还有这个是水仙花的红玉滑板，好了，这期开箱就到这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就给我点赞哦。